那展现出了我们传统技艺之美，所以邀请大家来一同看戏，欣赏传艺的魅力。在我们今天晚会一开场呢，将会由我们来自于高雄市阿莲区的景飞凤，那历经了四代传承，一共百年历史，那擅长宗教仪式以及文化场的展演，那也是我们全台湾的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剧团，20度哦，荣获呢高雄市杰出的表演艺团队，那更是官方双登陆的民俗表演传统艺术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团体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借用各位的双手，让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景飞凤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，掌声欢迎。我来我来，
足幸福。娘娘啊，真美满。啊对，阮翁母就是幸福甲美满。嘿嘿，娘诶。哟。诶，你看你看，今年啊，真是好天时呢。诶，安尼生啊，我家订婚实在是闹一家，咱翁母会当家家上游。一世家行来生，也南华家去看，也北华家收完接倒来哦。嗯，相公啊，阮小家坐何鸿宫，咱阿婆最近来去收花的。哦，行来去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